上过分了啦！就是啊，哪有这款人啊？早就听讲刘三伯的名声歹，爱钱阁无顾性命，人是大家咧抢生理，无想到即摆连三夫嘛有人用这款恶婆咧抢的。就是咩？唔知是不是教育程度有差？这款物件咱哪无学过款？若是迄款人以后摕到这招，是不是嘛有油看油，甲咱来抢三夫啊？对啊，迄款恶婆，咱哪才可以抢啊？过分！我才假！我顶下细细八年，从来毋捌发生这款代志。你要安怎乞求我，拢无要紧。只毋过我细细绝对毋是你讲迄款人。你是毋是啥物误会？请你讲清楚好无？安尼，我借问一下，恁祖先所是毋是有一个叫周丽卿的产妇？是。这个产妇是毋是前两天拢伫咧庄祖先所生的？迄是因为两个大家是毋是有去食味？讲要送回去曾祖三所，迄是因为我刚刚问你，即马周丽卿是伫咧曾祖三所，也是老祖三所？我敢有讲唔对？硬甲三夫留伫恁遐，这毋是抢，是啥？这真正是一个误会。丽卿送来阮祖三所的时阵，伊出血真严重，阮先生是惊甲伊刷订单有危险，才甲伊留伫阮祖三所的。哇，大家有听到无？这款理由要好好学起来啊！是啊，会是啊，不是你讲的，我先生哦，卖差银啊，卖跟伊计较。心紧，咱着发烧哦，都麻烦啊啦！一个囡仔还未足贵就出事，无甲两千块。啊，早产的囡仔本来就歹照顾，你安尼哦，伊有性命危险嘞！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？母亲的体温甲心跳。是囡仔上会护你啊！啊，早产的囡仔本来歹照顾，我是请两位医生回去，让母仔踮遮休困几天，等下调理好，再搁拍算。三伯啊，啊你嘛真爱管杨阿叔呢，啊管到人厝内面的代志去。昨昏是伊还未生呢，啊你要留伊哦，我是无话讲啦。啊，不过即摆囡仔已经出事啊呢，伊是我外孙呢，啊跟我是呢，啊我即摆要甲带回去，敢会用的？骗笑的。那这款情形吼，每一个产婆还是讲妇产科的医师，拢是同款判断。好啊，这话是你讲的哦，我倒不相信你有外高。你甲我会记的，你这间做产所吼，我予你开到明仔载，啊嘛冻袂到月底啦。哼，行。先生。伊的心跳真正足紧的呢，干嘛要紧啊？囡仔的心跳吼，不然就较紧啊啦，差不多是大人两倍，正常啦。老三伯，真多谢你啦。阿范丽卿，我会当帮恁一时，无好都帮恁久久长长呢。啊，这早产的囡仔本来就歹照顾，爱用心，啊，搁耐心，啊，搁有力啦。老亲这会身体嘛足虚的。我今仔是烦恼讲哦，你若等于来家，你身体是要安怎调养？你有啥物喜欢？阿母，我跟你回去好无？阿母当然嘛好啊，只是，万恁大家跟恁翁若过来要抢走这个囡仔，安尼是要安怎才好？安尼是要安怎？先生，咱若拢不管，丽卿甲因囝，敢还阁活路啊？
你敢知影？谁人来帮助救祖山？帮助三虎行善了。是啊，生甲养拢是母亲的姐姐，咱只有伫行善的时阵给斗相共，啊，其他的。